刚我们前面下个坡了啊，下一个很短的坡，长度应该很短的坡。现在海拔3755，我们前面应该还得爬坡。1点钟方向，是吧？看你车不都还是在爬坡吗？再下一个短坡。下个坡就稍微省点力啊，前面再往上爬吧，后面有大车来了，赶紧走。下坡能多走点就多走点。就这意思吧，对吧？前面还得往那边走哈。现在海拔3760，就这意思。